警告，动力系统受损，风叶已停止转动，风车即将坠落。阿健，啊，我们要尽快修复动力系统，把动力系统剩余的驱动能源转移到完好的两片风叶上，让风叶重新转动。这不就是一把扳手的事吗？看我和红龙守卫队首席工程师的厉害。队友们，在阿健维修期间，我需要你们护送风车，一起让风车安全降落到地面。收到。噼里啪啦，急速到达。我已经来到风车底部，我来帮他恢复平衡。队友们，请尽快驾驶多龙能量炮拉住风车。我的飞天龙战甲在大风车面前就像玩具那么娇小。我们来了，多龙能量启动。啊，小静，动力系统已经修复好了。阿健，你做得太棒了。枫叶顺利转动，目前一切顺利，就等风车安稳降落到地面了。我看到好多香蕉。侯宝莲，快醒来，你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呢。求求博士，这次任务太危险了，我想回家。那可由不得你，金刚号现在是由我来操控的。救救我呀。遭遇强气流了吗？不对，是金刚号再次启动了，它在攻击飞天龙战甲。黄宝莲，你疯了吗？金刚号已经到达极限了，再打下去它会在空中逐渐解体的。我也不想的。闪电，你快点阻止金刚号，救我出来呀。金刚号在超负荷战斗，它的机体已经到达极限了。打得好，闪电！哎呀，好痛啊！别打了！不对不对，继续打！哎呀哎呀！闪电，金刚号在解体之前，我来送你一份大礼吧！哈哈哈哈！警告，风车甲板座受损，请尽快修复。阿健，你能出去修理甲板层吗？破损的太严重，就算给我两把扳手也修复不了啊。金刚号能源耗尽，程序已断开。啊，切，不好玩的，吃泡面去了。什么能源耗尽？救救我，我不想摔成铁马猴啊。噼里啪啦，急速到达。火宝莲，我来了。闪电，谢谢你。帮助有需要的人是吼吼龙守卫队的职责。差点要跟美丽的世界说再见呢。别怕，现在没事了。我刚才只是有点情不自禁，我平时可是很坚强的。哼！闪电，紧急情况，在强气流的吹动下，破损的甲板很快就会坠落到多拉镇，你要尽快回到地面拦截甲板，保护镇上的居民。我现在出发。哎，我也想去救援啊。我也想啊，闪电的速度再快，他也没办法同时保护所有的居民。队友们，你们也赶回地面救援吧，风车的动力能源还能坚持飞行一会儿。收到。红宝莲，
但我可没时间陪你玩。我不喜欢欠别人人情，既然闪电叫了我，我就勉为其难帮你们一次吧。你想怎么帮啊？帮我修好金刚号，剩下的交给我。不就是一把扳手的事吗？我很快就还给你一个全新的金刚号。香蕉真好吃。哎呀，三毛，别吃了，我现在需要你。好的，我顺便带点香蕉来。二毛，别睡了，太阳要晒到你的红屁股了。每天一个冰淇淋，身体健康，好心情。什么东西？吓到我了！救命啊！噼里啪啦，急速到达。闪电，谢谢你救了我。哈哈，还有你的冰淇淋呢。今天真是适合写生的一天。天黑了吗？救救我！放弹枪发射！琳琳有没有受伤啊？没有，有木木在我身边，我感觉很安全。天空怎么下起了甲板雨？道路都被堵住了！火爆在，没意外。砰砰！超级英雄火爆来了！谢谢你，火爆。哇，又有甲板！真英雄从不看身后，看我的武装王发射！这些甲板把整个车道都堵住了，车子根本没办法正常通行啊！别担心，我的水枪能够清理道路的甲板路障。超级水枪，冲冲冲！还大家一片干净的车道。好耶！我们做的太棒了。虽然说起来很自恋，但我觉得说的没错。火爆，小飞，现在情况很紧急，你们赶紧到甲板落点的位置拦截剩余的甲板。好的，这就来。粘着弹发射。我累得动不了了。我好饿呀，我现在看这些甲板都像是夹心饼干呢。紧急情况，一块大甲板朝着西区居民楼上空坠落，请立即前去拦截。救救我，救救我。我去救援，高速引擎启动。糟了，飞天龙战甲的多龙能量不够了，我来不及赶过去了。救援的工作交给我吧。火爆脸，区区一块甲板，我根本不放在眼里。金刚拳，太帅了！谢谢你，小猴子。我不是小猴子，我叫侯宝莲，你们记住了。知道了，谢谢你，侯宝莲。侯宝莲，东区还有最后一块甲板。哼，我自有我自己的考虑。我早就安排好了。没想到今天会给吼吼龙守卫队当免费苦力。来根香蕉吧。侯宝莲，真的太谢谢你了。哼，我只是不想欠你人情罢了。我们风车很快就要坠落到地面了，我现在需要大家的帮助。收到，出发喽。嘿，帮人帮到底，我们香蕉兵团也勉为其难的帮帮你们吧。谢谢你，侯宝莲，我们并肩作战吧。吼吼龙守卫队出动，香蕉兵团出动。风车就要坠落了，大家怎么还能回来呀？噼里啪啦，急速到达。小静，你有没有想我们啊？是的，我太想大家了。英雄总是在最后时刻登场嘛。哼，别忘了我们的功劳。大家都很棒，现在让我们一起把风车护送到地面吧。好的。
现在是红红龙守卫队首席工程师的表演时间。风车已经修好了。队友们，我们成功拯救了多拉岛，我们是最棒的队伍。虽然过程很辛苦，但结果总归是美好的。红红龙守卫队守卫成功。既然没事了，我们就先走了。快看，我们的英雄在那边。谢谢你们，红红龙守卫队还有香蕉兵团。你们那么热情干什么？别过来啦！红宝莲，一起来庆祝吧，这是属于大家的美好时光。不，你们别过来呀！